Hey, hello Terry，怎么人物没穿衣服？不是，那是故事模式啊。等我进个线上，固定12点没有。那我跟我安安。那时候我在忙啊，没有，我今天10点才，10点半才到家里，10点多了。然后我就吃个晚餐。看一下影片，洗个澡，就12点了。快，我今天只玩一张图。一张可以玩到2点吗？可能。千错万错都是回家太晚的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正好在传作业，跟你安安，我偏不要怎样。传作业啊！哇，下一拜就要期末考嘞。Peace，有啊，这样我大概就不会开台。下一拜四五啊，四五跟下下礼拜一二三。因为下下礼拜四五是端午节连假嘛，所以他礼拜四跟礼拜五就提前到下个礼拜啊。但是下下下礼拜有一个叫自主学习周，自主学习周，有些课要去，有些课不用去。有些课期末考也在自主学习周考，莫名其妙。不行，有些期末考在那时候考啊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多出了一个自主学习周。期末考考完要准备明天的期末考。对啊。就是期末考都分散来了，30号哪周？30号是哪周？30号就是下下下礼拜。我们下下下礼拜是有些课不用来的，对啊，没放假都要读书。明天的期末考，期末考是连续的啊。你今天考完期末考，明天还有期末考啊。原本端午节应该是在暑假的，暑假里面，你们集中考，我们当然也是有期末考做啊，只是有些老师会想要。不会当天上课考，所以你们有改就对了。
我们玩昨天的那一系列，第八章。我们需要复习一下机车了，不然技术越来越差了。我们都还是在那一堂课考。有没有喝过麦当劳的蜂蜜红茶？我觉得还蛮好喝的。可是它有点贵，50块。对啊，新的，50块有点贵，而且小小一杯。我是有抽到那优惠券，我才去买的。换嘞，来了，长哦，10公里，一定又是一堆脸肥。猪头真的是长得蛮好笑。在哪里？哎，撞到墙。直接飞过头，哎，我没听到你说是不是新的？哦，新的啊。还有很专注哦，作业。很专注写作业，是新的啊，50块。又小杯又贵，但是蛮好喝的。呵呵。哦，专注在找作业，看他。到底有没有好好的？
交过去，是要交，不用啊，可以单点啊。蜂蜜红茶，麦当劳，可以单点，单点一杯就50啊。都喝玉米浓汤哎，哎，上来了。哎，哈哈，拜拜。最近五十岚怎么了？五十岚有出新的饮料吗？多了很多东西啊！我现在都没在喝五十岚了，自从我家旁边的五十岚倒了之后，没有再喝五十岚了。新麦巴乐绿茶，我家附近倒了很多店，他就倒了又开，倒了又开啊。看我屁事！他不是那五三也开很久了吧？他没有倒店啊，走过去会被电是不是啊？他倒来会开啊，开别的店呢、有一些店持久啊，撞到球了，好吧。哎，反正你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。补习班附近有五十岚，店不是用持久吗？待得很持久啊。我家旁边以前也是五十岚啊，都喝五十岚。哎呀！我前几天去，长久才对吗？我不能用持久就对我前几天去 Coco 买芒果冰沙，真的是很芒果。哎。喝起来真的是满满的芒果 ，Coco 就是垃圾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我是没有很喜欢喝它的红茶，但是我觉得芒果冰沙也蛮好喝的，很还好，没有。芒果冰沙比较好喝，我没有很喜欢它的红茶。哇哦，很久以前，太久。模仿真波爷，不知道，不太喝那个。一家店好不好喝，我都喝他红茶。好想喝，现在也不能买了，明天再去买。又撞倒一颗球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撞倒别人的路灯呢、啊？
我的路灯，它是指引我方向的明灯呢。一直把它撞倒，只有北部有。庄园红茶，对啊，就是那庄园红茶，真的是不太好喝。什么只有北部有？你说真波也只有北部有吗？是吗？其他地方没有吗？哎，what？比较苦的冰开水，你是喝无糖是不是啊？我刚掉入异世界，好恐怖！哇，看来幻影还需要多多加油，跟上我的脚步。Coco 只喝绿茶养乐多，我家现在这边就有 Coco 了。最近的饮料店。我家这边开过很多饮料店了，再走远一点也有了，就只是要再走个2分钟吧，3分钟，走远一点点。多多绿云只喝过清新，我真的是没什么喝过清新的饮料。我家旁边之前也开过清醒了，马上就到了。清新也不好喝，他那时候开在我旁边，真的是马上就到了。清新茶不是茶叶，它是用什么？茶包吗？服务太差，一直被负评。他的多多绿啊，我也不会喝多多绿啊，我就是只喝红茶。茶经，哇，不知道，不清楚。五十兰红茶蛮好喝，对啊，我五十兰都喝他的红茶，而且他以前有古早味红茶，古早味红茶比较好喝，我比较喜欢喝勾扎比耶红茶，我觉得名字叫做"古早味红茶"的都蛮好喝的，我比较喜欢喝古早味的红茶。或是日月潭红茶。
老人会喝老人茶，看来偷偷加当地的有啊，当然有，只是很久没去日月潭了。很久没有去日月潭了。哇，日月潭很无聊，没有，通常去日月潭还会去九族啊。九族也在南投，通常那个行程是排一起的。就之前每次去日月潭，基本上都会去那个九族。对，吐红茶在车上好恶心啊！可以不要这么恶心吗？又不是你喝，但是你在同一辆游览车上面就很恶心了。这个网站，你们交作业的网站是怎样？跑很慢。婢女都是当客家人。我去金门玩的时候，同学去金门玩的时候，我好像就有带1500块。回来的时候刚好花光剩几十块，回家刚好花光剩几十块，差点就不够，我差点就要借钱了，真是差一点。西门有一个牛肉面，超级贵，300多块。带500回家还有300多，你是全部都已经带在背包里了是不是？是不是你有带日月潭红茶去？日月潭，哎 啊，看到了，300多，真的，它很贵。可是它好像是什么，什么，什么什么温体牛还是什么蛙哥牛的。1万块那就不要说，那是特例啊。然后他那个牛肉还是现冲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先放好面，放好肉，然后就直接拿生肉，然后直接拿汤去给它冲熟的。金门有啥好玩？就是看古迹啊，去喝高粱。我又不喝酒。有啊，那间牛肉面有高粱牛肉面，好像吧。然后那间牛肉面店还有牧草冰淇淋。哎，还有差一点。牧草知道吗？牛吃的那个牧草。牧草冰淇淋，全家有仙人掌冰淇淋，
我没吃过仙人掌冰淇淋，没去过澎湖。这边怎么出去？吃过仙人掌，没有人会吃过仙人掌。可是我不知道全家有没有哎、欸，全家有出仙人掌冰淇淋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。哇，这好长！哇，一次通关！哇，我真是太厉害了！现在这档的，啊，现在这档的，什么意思？这档推仙人掌冰淇淋，不知道有没有去吃。之后再看看。再看看要不要去吃，吃看。哇哦！哎呦，滑出去！一大堆名店的黑糖珍奶，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喝珍珠奶茶。我如果去黑糖珍奶名店，那么我一定会点红茶。如果我有去名店的话，那么我点的一定是红茶。珍珠丹是名店吗？我买珍珠丹也是买红茶，如果他有红茶。我不知道，珍珠丹有红茶吗？尼克夏威是喝红茶。无糖都觉得甜到爆炸，可是我还是不喜欢喝无糖，我还是喜欢甜，就是要甜的，就是要甜到爆。柳橙绿好像有，但是我还是只喝红茶。黑糖珍珠全奶也太饿，台南不是都喝成全糖吗？红茶少糖吧，傻眼猫咪。就让自己的心里觉得比全糖健康一点点。也有点安心的感觉。不能跟猪头聊饮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跟猪头聊饮料？
喜好超不一样，没办法，因为我就是只喜欢喝红茶。不是啊，我就特别喜欢喝红茶，要喝喝看别的也是可以啊。如果别的我觉得好喝也是可以去喝啊，例如芒果冰沙，有加拿铁的，也是什么红茶拿铁之类的。不会啊，我不会特别去点咖啡。哎，我今天手感特别好哎，哇哦，真是不得了！清茶拿铁，清茶是什么？哎，怎么可以走？买了一杯拿铁，很开心的回家喝。我不会特别去买咖啡来喝。清茶是一种茶，好像在讲干话哦，泰瑞。刚打开，打翻三分之一的键盘，你怎么那么会打翻东西呢？你已经打翻多少东西在你的键盘上？你在讲干话，你就是在讲干话。你是在等着交作业交到已经无话可说，是不是？哎哎哎呀！键盘差点往生，你很会打翻哦。玉米浓汤也被你打翻过，到底有什么没被你打翻过？而且都在键盘上。太认真看，都没在看咖啡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啊，飞过头，不敢再去买咖啡。不是吧？应该是不敢再看实况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要！哎，卡住！不要不要！哎，不要！Coco 的珍珠鲜奶茶，还有涨价，我都不知道，没在喝我都不知道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
加珍珠。我有时候喝奶茶会吐哎，有听过吗？有跟你讲过吗？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学校，然后英文老师请全班喝珍珠鲜奶茶。然后呢，妈喝到一半我就吐了，这样，直接吐在教室里。那一堂课直接不用上了。我直接 帮全班同学争取了一堂不上英文课的时间 我不知道哎，不清楚，忘记了。那时候在干嘛？其实我有点忘了。为什么要请？好像是因为我们班的英文成绩好像，学校的英文成绩。好像在这样，我们班的英文成绩好像平均在全校的前3名，还怎样？然后英文老师就很开心，然后就请我们喝珍珠鲜奶茶，住附近真可怜。你是不是就是只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小屁孩？然后有时候早上喝牛奶，我也会吐，不是吐啦，就是肚子痛，肚子很痛，痛一整天。我就不敢在早餐喝牛奶，没有，我就不敢喝牛奶，乳糖不耐啊。哎，不知道哎，因为有时候也不会。这个月狂买东西，这个月要买什么？这个月有什么好买的？你在促进经济吗？还是你有拿到什么振兴券？是不是？单纯狂买东西 你之前有一阵子每天去学校。定第一节上课，节上课肚子痛，老师都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哎呦，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的。你买东西还没拿到，但是你今天领薪水了。今天领薪水的意思是说，可以继续买东西了，对吧？对 主播没薪水是狂买，我没有狂买东西啊，我很客家。我拿到麦当劳的振兴券。讲实话是有点烂，
比你客家吗？绝对比你客家。好啊，先去睡觉，拜拜。哎，固定12:45，这是固定能够睡着的时间，是不是？比较好睡，不会睡过头的时间。是。不是，台北这个深水火热的，哦，水深火热，水深火热的地方，也赚不到100块。太晚睡你会觉得很累啊，所以说太晚睡你就不会想睡啊。哎，是水火，不知道，就是会想要想深水火热啊。隔天你会很想睡，我就算早点睡，睡得很饱，大概隔天也是会想睡吧。太累，哎，那就早点睡吧。快要期末考了，不要生病啊，不然就要不要就要重修喽。对啊，就是他讲得很无聊，然后你就是会想睡觉，催眠，就是他本身就讲得很催眠，他那个音调就是在催眠。课很无聊，都是在打发欠打发发呆打呵欠。我刚好像讲发欠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累了，差不多该睡觉了。哎，终点了。还个毛，还要上课。哎呀！尤其是那种要背的，就纯背诵的那种课，特别想睡。那种课都是老师自己一个讲人嗨这样。他自己一个讲得很开心，然后听听就想睡觉。
为什么你背东西特别擅长呢？为就是会背。那你为什么不背背英文单字呢？Why？难道你不能默背英文单字吗？你只能默背国文吗？看到英文就讨厌，现在还好。你现在比较喜欢英文是不是？这是跟政治有关系吗？抓到，是网军是不是啊？1450，完了，喜欢英文，抓到。完了要被韩粉拿去抓走了，被韩粉抓走西门哥会冲人家。谢恒哥他不是转，他不是转成蔡英文加油了吗？虽然我是不知道那是反串还是怎么样。那好像 FB 改成支持蔡英文了，所以他应该是不会冲去你家。你去看今天的新闻啊，或是昨天，除非他是在反串。韩粉都是深蓝，哇，这一张有点预期的早哎，那我们还要再下一张吗？下一张几个点？下一张18个点。我发现我第九张玩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玩过，但是他写玩过了。收完仔，不是啊，我连收藏都没收藏哎，那不知道是谁开给我玩的，可能是伊恩开给我玩的吧，可能是很久之前吧。写程式好玩在哪吗？那我想，写程式本身的话是没有很好玩啊。就单纯写程式本身是没有很好玩，写程式玩的结果是比较好玩一点。会不会怀疑？嘿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跳出完第10章。
知道我什么时候玩？昨天问 Java 难不难？失败问，对我来说应该什么都简单。不是啊，Java 那个你学了，你学了其中一种语言，其实其他的都差不多，只是写起来不一样而已，观念是差不多。九你也玩过了，那应该就是烟开的吧？可能很久以前。那我们就跳过九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十你还按不喜欢？你玩过十啊？我没玩过你按不喜欢，那你一定是没过。你应该不会按不喜欢吧？工程师切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个毛！我的图啊？什么我的图？哦。我的图会按不喜欢，按比按，计算机新理论，没有什么新理论，想太多。鬼呀、啊！听到鬼讲话，你也是蛮恐怖的。啊！他要走那个边边，他很喜欢走那个边边。我怎么飞不上去？啊，有了！哎，作弊！太扯喽！今天没有跟你说安安，有吧？有吧，安安不重要了。哎，好，那你一开始进来，你又没跟我说安安。来者是客，那我应该跟你说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
内用还是外带？那算什么钱？那是毛钱，你也每个人都能做啊。害羞？哎呀，这不是幻影吗？哇哦！还要钻洞，太牛了吧！好能飞都飞不到。哎，滑不起来。What？喂，有点久没玩马车了，我昨天才玩，玩了一下。我发现我还是在我分数的那个范围的场，还是比较好赚分数。不然，在你的场里，我几乎都是在最后一名。哎哎哎！我也有在买之前看别人玩了，我也知道哪边有密道啊，还是什么的，抄近路之类的。有一些过得去了，哎，哇！我直接往左边飞，滑滑扭扭乐。终点前面那个，滑滑扭扭的终点前面是哪个？忘记了。
我要看到才想起来。我也记得它是一个绿色、一个黄色的两条路了。不是啊，你讲名字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给我看地图就知道了。我不是闭着眼睛玩。哎呦，进不去！哎，进去了！哎，掉下来。这个院太难喽。进不去。那个龙。哎，哎呀，一堆车的。就是一堆车，然后那个八字形的那个图。一堆车，啊，就是一堆车。你可以走边边哦，可以走墙壁啊。哎，弹不起来是怎样？我一定会选彩虹关。彩虹关就四方形，彩虹关有三个啊。有了，哎，操，哎，它那个蓝色的篮板会
飞过头是怎样？我没有很喜欢那个火车矿山的那个地图，矿车啦，有矿车的那个。哎，那个是从我玩 Wii 的时候，它是从 Wii 过来的嘛。我玩 Wii 的时候就不是，就很讨厌那一关。没有为什么。就是因为我每次跑内裤都跑得很烂，所以我讨厌他。没有，我要逃避他。他可以选我，当然是不会选那个啊，除非是。很衰的选中那个，懦弱的选择。不过有时候运气好，我那一关就是在靠火箭，在靠运气，看能不能冲到前几名。哎，是吗？我昨天有在第六名抽到火箭，第六名抽到火箭比较厉害。应该飞很短，不知道，没感觉，没有，没有什么感觉。哎呀！哎，没人想玩网球啦，那跟太难没有关系吧？你怎么知道一堆人买？店家是不是？NS 就是买来合家欢乐的啊。
拜托，搞不好他们都玩腻了啊！先你。我都随便乱按就能赢了。哎呦，那个机车，害人！就跟你说，那种会玩跟不会玩差很多的那种游戏，都是随便乱按就能赢的，认真就输了。那种游戏就是这样。像什么大乱斗啊，对不对？随便乱按，那就能赢。可以呀、怎么会不行？气弹我随便乱射也能赢啊！飞去哪？哎，这个点好难哦，我们可以跳 game 吗？我们是不是准备睡觉了？当初也卡这个点，你还记得是不是？买来玩玩市场逆城，不要，我还要先买来玩，我还要先买。妈的，游戏都快2000了 不是，我根本就不是，要花那么多钱买，而且那游戏不是我在买，NS 的游戏我只能有什么玩什么。不然你敢不敢买那个51个小游戏大合集那个？刚出。哎呀！台湾腔配音哦，可以用日本腔吧，它可以改吧。如果是我买来，我一定会把它改成日文。哎呦，哎，撞我！你这样是加害人。
如果买了，我一定会改成日文配音。哎呀，这个点好分哦。哎呀，我还蛮想玩那个51个那个小合集的，大合集了，51个游戏，51个小游戏。可以连线啊，感觉很棒啊。反正那小游戏应该很多两人了。没有吧，有很多吧。下棋也是可以啊，我很久没下棋。棋也没那么多，可以多到多少吧？保龄球玩 Wii 的就好了。过气主机。Wii 不是发售量最多的吗？NS 超过了吗？哎，就是对不了那个东，那还是会有人玩吧？如果家里当初有买，没有坏掉了。他那个摇杆真的是比较好玩的。我以前卖多少？我怎么知道？应该都是差不多吧。你有然后不知道，我们家是送的啊，别人送的，别人多出来的就送给我。啊，就他们家有多一台没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没特别去问说为什么会多一台，没有到处送，就送给我们。他原本就两台，就送一台给我们。哎，有时候弹得很高，有时候弹得很低。
时候很左边，有时候很右边。哎呦，太高！当然没有。应该没有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没见到过。这点真的很难玩欸。啊，又太高。不要看来幻影当初就是卡在这个点，然后跳 game 的。有时候讲会吃螺丝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数位版比较方便了，我就是不想一直换卡夹，换来换去，还要把它收藏好，装在那个小包包里，然后每次拿卡带，我还要一片一片拿出来，从那个小袋子里面拿出来看说，是这一片吗？这片吗？哎，差一点点。我是比较想买数位版啊，可是都已经买一堆卡带了，好像也没差了。纪念价值是怎样？之后拿去卖会有人比较卖比较贵是不是？20年后可能有人要收藏是不是？那额外点数只能在数位版用啊，只能去那商店买啊，不是等于买数位版？好了，那个 online 好像可以用那个点数的。有，第一次买会员的时候就低啊。我知道。哎，敢不敢在10分钟过不了这个点就跳给？
哎，不然要把这点过了，后面大概也没时间过了。40，好啊。哎呀，差不多要来玩新游戏了。你可以跟我玩《全境封锁二》啊，还是你已经删掉了？啊，你没删掉吗？那我们可以玩吗？还不好好利用80块，是81块。我突然想到，我突然才想到。哈哈，我突然才想要说，哦，我有《全境封锁二》耶，哈哈哈。哎呀，滑的也不太好，而且 UBI 现在在夏季特卖，我可能。会买个看门狗二的季票，玩一下他的 DLC 任务。异度神剑，你可以去玩萨尔达的萨尔达嘞，不要逃避你的萨尔达，可以吗？没啥动力，那也可能需要一点动力，火车。就玩呢、哎呀，哦，你穿越那个，穿过那棵树，好了，要不要买那个51个游戏合集啊？怕你不敢。送你，
你还真不敢买。那个游戏，我买了没人陪我买，我就不知道买了要干嘛。跟电脑玩，跟电脑下棋。不会啊，我会一直叫你买，我不然我会一直叫你玩，一天玩一个，可以玩51天。哎，好，在这边会不会冲到？冲不到，耶、yeah. 考虑看看，听到至少可以玩个51天，就可以考虑看看。哎呀，那个游戏多少钱呢、啊？看一下，去巴哈看一下。哈哈，商城1290，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？啊，我在想要不要买那个2077。在哪里？你常在逛1290，中日英英文版，中日英文版。三合一，40了，该跳了是不是？洗洗睡。再跑一次，搞不好跑完这一次我就过了。好，注意了。好，摔死了！好，跳 game 喽。我在想要不要买2077？你今年都没买什么？我今年没有买什么。好，其实我在想要不要买这个了。其实我在想要不要买这个。2077啊，很火红。你上次不是去抽他的那个吗？联名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啊，2080 Ti 还是什么？2080 Super，2077啊，知道吗？Cyberpunk。对，是八加九，不是，那不是重点。我在小时候把我玩这个，要不要玩这个？两 人，就这样一个人不能玩，是不是啊？你有在考虑这个啊？这是一个人不能玩吗？为什么这么写两人？我不能一个人玩吗？这个完全不想玩。还有速度哎、什么鬼？还不需要玩这种游戏？不需要训练一下吗？
目前就考虑这几个嘛。目前就考虑，考虑。我考虑了几个游戏，广告。我考虑了几个游戏，我们可以插在这里。考虑中。考虑几个游戏，我想看什么游戏？不是个，什么游戏啊？世界游戏大全51，这看起来就很好玩了，看起来。可是我不会下象棋，我也不会打，我也不会打这个牌，完了。好吧，排除考虑，谢谢。我们只剩49天了，电炉判客。电。2077，不是奴，好像是个奴，这个奴吗？这字怎么念？他会有教学，这字怎么念？找不到啊。怒啦！怒！怒！嘿 欸，那字怎么念？不会念。看起来像怒欸。国文不太好，看我还考虑了什么游戏，我还考虑了池，不是池吧？池是野吧？驾驭驭啦，驭嘛，驭，国文课是不是？驭，驭在哪里？哦，这里啊，找到了，这个啊。玉，呵呵，电玉判客，越难念啊！我在考虑这两个啊，这看起来很好玩啊，不觉得吗？盖房子，这应该很便宜吧？哎，啊，我自动换行是这样。哦，他换行跑这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背景颜色。嗯？缩小，51游戏大全了，考虑啊，嗯，中间隔一行，还有什么？在考虑这个，
看起来很解谜，就是要偶尔就是要玩个解谜游戏。看起来完全没兴趣，可以玩那么多解谜游戏啊？还有什么？奇妙人生二，还有什么？好吧，目前就这几个。还有未来要出的，看门狗。自由军团，还有你都破完了，你破完了，我还没买，因为哇，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买，因为我每次都在犹豫，他每一次特价的时候我都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玩，但是后来又想说算。还是要陪我玩这个 他又叫我更新喽。先暂停。好多免费分给你。还有什么？我想不到了。听说这个还没公布，但是有可能会在明年4月。底前出的样子，还有什么？玩了好多游戏哦。哎，我能不用放帽子，我不摆进去。没确定要买。结果你到时候买就自己玩，没有吧？我没那么糟糕吧？白色，日中，电脑游戏，啊，我把 NS 连在里面，算了，没有这样啊。全都没了，卖这么快吗？巴哈应该还有吧。刚看好像还有，用八号买不着了。我之前的激战火五的黄金版也是在八号买的。哦，哦，太美了，这么多人买这个啊？这么多人买这个啊？怎么都不知道？夕阳跳起，兔子和猎犬。兔子和猎犬是什么？夕阳跳起跟中国跳起差在哪里？
这应该是可以连线的吧？不要我买来之后，他跟我说只能本机玩。Return of the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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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好，看一下，应该是 Team 有吧？哦，这个我看过，不要，因为我看过，这是解那个他的死因啊什么的什么的，我觉得这画面难看，看的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已经看别人玩过了，不是，我已经看别人玩过了。我怕我到时候就直接所有单都是不是填出来，就吓一大跳。这什么海绵宝宝？敢不敢玩海绵宝宝？629块。NS 有这个，敢不敢玩海绵宝宝？这游戏要干什么？线上合作？这是跑酷游戏吗？有中文，有简体啊。什么鸟啊？残 体，拜拜。12天后，请问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？还是要玩极速快感？Origin 的都回归 Steam 了，他开始回归 Steam 了。而且为什么极速快感跟 For Honor 相似？呵呵呵呵呵呵 Why？Overcook，妈，没朋友，你知道我玩个鸟。一个人玩上玩个鸟啊！这一个人玩怎么玩？不行，他一个人只能玩一次玩两个、啊。因为我加了 NS 有玩过，他一个人只能一次控两只啊。然后有个难玩的，不是他这样是。要轮流进行动作，它不是同时控啊，它是你现在控一只，然后你按一个键切换到另外一只，根本就很难玩。自己可以玩 AI 少女，是听说缘分。热门即将发行，这是什么？洗澡去，拜拜。New City，这是城市天际线吧？
这是什么？潜水员模拟器。哦，这看起来也不错，看起来很美丽。你怎么什么都没兴趣？预计发行日期就今天了。他等一下要发行吗？所以你还在讲 NS 吗？再去买一款来慢慢破关。电脑游戏没啥好期待的吗？是吗？很多大部分都单人啊，还有底特律，底特律要上 PC 啊。它有试玩版，可是我应该没有玩，剧情都给他看完了，还要玩个鸟？我先买，他不是缺货吗？缺货不能买。一线演员共同主演，它里面是真人吗？它里面有真人的片段吗？还是它是用动作捕捉什么之类的？带着包括 4K 解析度、快幕21:9。还有60帧登上电脑，我都没有，没有 4K，也没有21:9，但是我又不会去用 Play 买东西，它只要970就可以了。这个到时候再看评价哦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等。你可以买七弹啊，这什么？什么鬼？没兴趣。很猛，这好像很猛。单人部分线上玩家对战，还是你想玩这个？哎 欸，你可以玩这个欸，卡车模拟器。你爱玩的、欸、卡车模拟器，不要吗？不好吗？这看起来很棒啊！欧卡比较有趣，讲的好像你玩过一样。这什么？这解谜游戏？
那你应该会先买5C 游戏大全，我等它有货再说吧。或是就干脆直接去光华买啊，就快。大家都线上订啊，发现直接去光华买，搞不好还比较容易找到。那个健身环，大家都在缺货，然后妈去光华就有了。我家附近说灿坤或是全国电子之类的吗？我家附近是没有。我家附近都是吃的或是一些日常用品。好像没什么东东嘞。可是我觉得我列的已经很多了，一二三四六七，这个还不知道会不会。先打问号。2020。街区卡，搞不好就会有了，搞不好就快要有了，是搞不好而已。拜拜，好啦，收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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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拜拜，在这里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晚安。